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Dan。 女团 50/50 前成员三人对所属公司全代表提出的侵占指控，最终获不起诉处分了。 根据媒体报道， 3月11号， 所属公司 Attract 已从首尔江南警察局收到有关三名前成员所提交的侵占指控案件的不起诉决定通知。该三名前成员 Sena Shio和Ada 于去年8月17号 通过法律代理人对全代表提起侵占指控。当时 Attract 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公司将追究那些利用不太了解公司财务情况的成员诱导他们提出空购的外部实力的行为，对此负责到底。此外， Attract 正筹备选拔以 50/50 Kina 为核心 新的新成员们，并计划在6-7月进行回归。不起诉意味着明显没有成立犯罪的证据吧？他们三人帮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听说他们正在寻找新的经纪公司，但能找到吗？他们应该认为这会是他们最后的反转拍。但现在结果这样出来，他们真的完蛋了。才出道不久，根本就没时间去做任何挪用或侵占等事情吧？调查的警察可能也觉得很荒谬，因为调查越深入，发现的只是投资和支援他们的记录而已。可。 非常期待50/50第二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3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30位 SF9，29位 Winner，28位 Creativity。 27位 2PM， 26位 Pentagon， 25位 Pix， 24位 Infinite， 23位 101。 22位 동방신기， 21位 Highlight， 20位 Block B， 19位 ATG， 18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17位 Boy Next Door， 16位 Monsta X， 15位 B1A Pool， 14位 Shiny， 13位 Treasure， 12位 아스트로， 11位 엔하이픈， 10位 방탄소년단， 9位 슈퍼주니어， 8位 B2B， 7位 Stray Kids， 6位 EXO， 5位 LIGE， 4位 NCT， 3位 The Boys， 2位 TWS， 1位 SEVENTEEN， 30位 UA，
29位 Ladies Code 的28位 La Boom 27位 Trabi 26位 Kirsty 25位 Dreamcatcher 24位 Triplex 23位 Kepler 22位 Momoland 21位 April 20位 Aespa 19位 Promise Nine 18位 이달의 소녀 17位 스테이시 16位 우주소녀 15位 있지 14位 마마무 13位 베이비 몬스터 12位 하이키 11位 엠믹스 10位 에이핑크 9位 레드벨벳 8位 오마이걸 7位 소녀시대 6位 아이브 5位 뉴진스 4位 블랙핑크 3位 르세라핌 2位 여자아이들 2位 트와이스